今天去了很久没有去的Johor Jaya Pasar Malam，它就在Johor Jaya的 The Store 后面，每个星期二下午5点就开始了。MCO 后，很多熟悉档口依然还在。来到这里，第一个冲去的档口是卖传统糕点的。这档会比较早开，大概4点多就会有了。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不到5点半，可是很多糕点已经清空了，剩下菜柜、昂菇柜。最后买了一片白糖糕，还有最后一片马来糕和菜粿。白糖糕是口感比较软 Q 的。菜粿里面的馅料是沙葛，咬下去很脆口，味道带点辣。马来糕吃起来口感比较韧性，整体来讲，他们的糕点吃的是古早味，不会太甜。这个夜市其实蛮大型的，如果要逛完整个夜市，大概要1个小时。哇，这个盐焗鸡还是新鲜制作。这档纳西古古斯叠加饭也是必吃的，刚开档已经很多人在买了。用2个锅煮炸鸡，看它的档口的排场就知道很好吃了。还有一大桶的椰浆饭，荷包蛋已经煎了一大盘。重点，这个饭是用蒸的，饭煮到很松散。现在档口增加了很多新美食，有这个王仔鱼翅羹，还有颜色鲜艳的芒果糯米饭。现在连台式手抓饼也有了。来到这夜市，不止很多美食，连家庭日常用品都可以买到。这个日式烤串，看老板很用心的在烤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这档经济米粉面档口是我平常最爱吃的。这里的夜市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有很多档口卖经济米粉面，还有很多配料造物可以选。喜欢这档餐车卖的盐酥鸡。这个盐酥鸡外脆，里面肉很嫩，不会干柴。
水果档口也有卖外国出产的当季水果，水果价钱都很实惠。这个炸虾饼也是很好吃，每次来都会买来吃。外皮炸到脆口，内馅带有蔬菜的甜度和虾子的香气。这里有很多档口卖豆奶和豆花。夜市经典小吃慢煎糕，夜市经典小吃慢煎糕。马来油猪就是有创意，还有 Nestun 和黑糯米的馅料。才下午5点多，人潮已经很多了，6点以后会更多人。这蛋龟大拉也是很受欢迎。这种传统糕点现在都很难找到了。老板都是用天然材料制作，有板蓝、南瓜、红豆、玉米，多种口味。现在还可以看到3块钱的炸鸡。看到唯一一档也是卖夜市经典小吃鱼饼。这个鱼饼以前真的必买来吃，但是现在价钱起价了，只会偶尔买来吃。生意还不错，后面有3个锅在炸着。这档卖冰城拉萨，还有解暑的千多和红豆饼。炒菜头果，青山特色食物之一，北上人称它为炒果角。这里南下卖的多数味道偏甜，没有豆芽，只有蛋和菜脯。夜市的第二档卖炸番薯球，看来现在开始流行泰式香肠了，以前多数只看到台湾香肠。看老板准备很多香肠，有不同的口味。在泰国吃过泰式香肠，会带有香料味，会有香茅、青柠檬叶和咖喱的味道，还有卖多种口味的烤猪肉。烧鸭、烧肉和卤味都有卖。看这个档口围绕着很多人，原来是在卖油条。吃过这档油条是好吃的，很松软。可以慢慢来一个熊掌。章鱼烧看起来很大颗，各种点心和包子，还有卖冷藏的。回去可以自己蒸。
当早餐吃。这些西式糕点真的很入味。这道就是我比较多光顾的潮菜冬粿。看过去，通常这道比较多人买。之后我们又买了这个在吉隆坡夜市很受欢迎的黑豆腐，辣度是可以自己选择，我们选微辣已经是蛮辣的。他们是用豆干，只是外皮有点硬，可是吃进嘴里会爆汁。这个夜市有两大卖这种猪肠粉，都是用餐车，都很好生意，有时候也会买来吃。在新山多数看到是卖港式猪肠粉，而且肠粉有扁形和圆形选择，酱料可以选黑酱、红酱和咖喱。炸花生和酱鱼仔都是新鲜制作。还有卖爆米花、酸梅类和三宝木薯片，就是另外一大卖经济米粉面的。新山人到底有多爱吃经济米粉面？可能吃的是它的经济和方便。前面在卖，后面还一直在炒着和炸配料。这道卖客家美食，有酿豆腐，有炸芋头糕和擂茶。离开吧。擂茶主要的配料马铃菜、豆干都有。其实有青蒜会更好吃，可是有时候很难找到，价钱也很贵，很少商家会用。这个一份的价钱算很便宜了。最后一样必吃的是现在很少会看到的船头阿蹦，一片只卖6毛钱。安哥已经年老了还在卖，真的很佩服。
这个阿蹦很香很好吃，只是要有耐心等待，只有老板一个人做，每个人几乎买很多片。夜市承载着当地人的文化，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古早味的美食。除了新鲜蔬果和美食，连日常用品通通都有。从传统食物到新颖的，像泰国、台湾和日本小吃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